有咖啡界 Apple 之称的 Blue Bottle Cafe， 近年默默进军日本和韩国，最近开了在京都的第二间分店，选址是靠近乌丸御池的东洞院六角，铺位的前身是一间过百年历史的单车老店，是一栋两层楼的传统丁家建筑。先在一楼点餐，再上二楼拎咖啡，六角店特设的限定和风甜品，其他店吃不到的。白巧克力混入了浓厚的抹茶，底层偷偷地放入了少少山椒，令香味更加突出。最后看看有什么特色商品先。